JPP，我是上礼拜我才进场的，一三九买的，跟你对时对价过了吗？一三九买完之后有没有亮灯来 7,？来到一四七，礼拜一大涨七点五来到一五八，两天将近二十块钱，十张花你一百三十九万的成本，将近二十万的一个利润了、啊。整个 JPP 呢，今天没有大涨，最高一五七点五啊，我所看到它的那个筹码面还是很稳。 涨上去，融资水位降低。今天纵使没有大涨，筹码面的稳定，这张股票你当然可以续报啊。